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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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在寺住在寺庙里，就是作为一个新界比丘住在寺庙里，应该要遵循哪一些行为准则。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呢，一共有31条，昨天已经讲到20条，那么大家翻到60页。那么今天接下来会讲到21，不得恶考骂人。如经所说，考业极重，切须慎之。住在一个寺庙里边，对寺庙的同道，对寺庙的同道呢，不可以用恶口气骂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啊，有时总是难免会冲突。那么如果一旦面临着一些冲突，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看好自己的心，不要让这种冲突成为嗔恨心生长的真善缘。因为作为我们凡夫就是三毒，是我们的凡夫心的核心力量。我们通常不是贪着就是嗔恨，嗔恨呢是跟贪着是有关系的，是因为我们的贪着的内容受到冲击，受到挑战，所以就会引发嗔恨心。其实嗔恨心呢是跟贪着的心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嗔恨心升起，我们很可能就会恶考骂人。恶考，这个恶考呢就是有可能是非常粗暴的语言，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语言啊非常的尖刻，就是用一些尖刻的语言去伤害别人，或者去挖苦别人，让别人感受到不开心。那么这个呢恶口骂人就是憎恨心的表现，嗔恨心的表现。当你恶口骂人的时候，事实上就意味着你已经掉入到嗔恨心里边去了。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内心啊，当我们面临着挑战冲击，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要，这是
这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是我们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看看自己有没有嗔恨心，要观察自己的心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要禅修，要内观，内观就是帮助我们佛的这种观照内心的力量。那么骂人就会造下考业，所以骂人啊，考业极重啊。我们骂普通的出家人也好，尤其是骂一些有德的修行人，那这个罪过就会特别的重。你知道这个出家人里边哪一个人这个不是有道的人？如果你骂了对象他很有修行，那你的罪过就会特别重。而即使没有修行，你骂别人的时候，你在纵容自己的嗔恨心，事实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不善的举动。所以说切须慎之啊，所以一定要谨慎啊，不要骂人。骂人呢，从一个团体来说，这就是在制造不和谐不安定的因素。我们这个僧团要和谐，要和，所以不可以去骂人。22，不得嗔骂分矣，不仅不能骂人，同时也不可以骂分矣，就是天气太热啊，有的时候下雨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你不想下雨的时候它下雨的，天气太热搞得你很烦躁，你在那里就在那里骂天了，骂起天来的。那从我们个人来说，事实上呢，虽然说风雨是无情之物，但是你在骂天的时候，事实上呢，你是在纵容你的嗔恨心，你是在纵容你的嗔恨心。那么这个呢，这是一种不善的行为，是一种不善的行为。这个古人啊，都很这个尊敬大自然，有很多民族，比如像藏族啊，有很多这些原始的民族，他们呢对大自然啊都有一份敬畏之心。当然，这份敬畏之心跟一定的这种多神信仰是有关系的。他们觉得风有风神，雨有雨神，太阳有太阳神，有很多神，山川草木，这个是有神。然后我们在《地藏经》里边也有讲到有很多神，各种各样的神，就是人需要对大自然保持一份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啊是很环保的，因为你有了这份敬畏之心，你就不敢去任意的破坏大自然，不敢乱砍乱伐。不像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无所畏惧，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所以他们什么都敢做，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看大自然的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造成了这种气候反复无常，天灾人祸，其实都是因为人对大自然缺乏这样的一份敬畏之心。
所以我们不要称骂风雨，事实上也是在帮助我们培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人要有敬畏之心。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份敬畏之心呢，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也都是接受过这种唯物论的教育。唯物论者，真正的唯物论者就是无所畏惧的，就什么都敢干的，那这是非常的可怕。二十三条，不得即行单邪牛丸象丸之步。这条啊，对我们出家人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看现在社会上的人，你看到每一个人啊，都是行色匆匆的，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心不在焉的，行色匆匆的，慌慌张张的，这是普通社会上的人的一个精神面貌。其实这些人呢，多半都是活在串习里边，不是活在当下。活在串习里边，就是那作为我们出家人来说，我们应该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威仪呢？不得疾行，走路不要慌慌张张的，不要跑，不要慌慌张张的，要学牛丸象步。这个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牛在走路和这个象在走路，我觉得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一步一步非常的沉稳，往前走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无比的沉稳，第二个特点呢，很安静，很安静，很沉稳。你看那个象在这个森林里边走，一步一步往前走，它的很非常的沉稳，就像一座山在移动一样，哎，同时呢很安静，很安静，很沉稳的在往前走。那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应该也要这样子，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好慌张，没有什么好慌张，没有什么好慌张，那就意味着你确实有一个安静的内心。你以这种安静的内心在走路，在做事，你虽然做很多事情，但是你的内心不满，你的内心是安静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刚才说不急，不是不做事，也不是不走路，而是带着一份沉稳和安静在走路。所以这个都要学，就是要单邪牛丸象丸之步。我们看看牛丸是怎么走路的，不是小牛啊，小牛是跑来跑去的，是牛丸，哎，别搞错了。二十四，南下行，不得单骑中道。你们走在走廊里边，那要靠边走。在走廊里边走的时候要靠边走，不要走在中间。靠边走就是表示谦虚，事实上就是在修谦虚，
大大咧咧的走在中间，那就是一方面会给别人带来这个不便，会影响到别人走路。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你坐飞机，这个飞机场呢它都有那种电梯的一个输送带，有礼貌的人他就会懂呢，靠边上走，然后呢把这个路啊让出来，如果有的人他有急事的人他就可以走了。那些比较没有礼貌的人他就大大咧咧的就会挡在中间，如果人家想要着急嘛，因为那个输送带就是你站在上面是不用动的，你站在上面不用动的。那有的人呢他如果有急事的话呢，他会站在上面，他就走了，他边走袋子也送着他，他会比较快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礼貌，你懂的，你不急，你靠边走，如果其他人有急事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往前走，如果你站在中间就会挡住一些人的气路。那么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子，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在走路也好，我们站在什么地方也好，我们要考虑不会影响到别人，就是你要考虑到别人，不要只考虑自己，你要考虑别人。所以这个是培养，一方面呢就是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同时呢也是培养啊谦卑之心。25，行兮旁一边是礼也，就是这个24条跟25条其实是互补的，不要在中间，在哪里呢，就是站在一边，走在边上。26，然下行，不得高声以笑，在走廊上不得高声以笑，也就是不得善心杂话。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的，出家人的人格特征是什么？我们要记住出家人的人格特征是什么？世间上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世间上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世间上的人的特点就是浮躁、喧闹，多数人都是内心都充满着浮躁，然后所表现出来就是喧闹，就是没话找话，说些无聊话，然后这个肆无忌惮的在那吃啊、喝啊、喊啊、叫啊，这是世间上的人。那么我们出家人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就是要安静，安静。所以我们要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内心啊。我们的修行事实上它所要做的就是帮助我们保有一颗安静的内心。释迦牟尼观想，我们中国话是什么意思？能人寂寞，寂静，其实也寂静的意思，安静。安静是一种，其实不只说是出家人，他也是圣者的人格特征。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涅槃就是寂静，就是平息内心的躁动。一旦平息内心的躁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有安静的内心。所以不得高声以笑，就是不要让自己进入到串习里边善心杂化，保持一种安静，不要养成一种没话找话说的
习惯。27，大小便悉知处所。就是在一个寺庙里边，需要知道就是大小便厕所在什么地方，知道厕所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在一个寺庙里，不可以随地大小便，这是卫生。同时呢，它也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良好的仪态、礼仪、威仪，免得你不知道厕所，要想上厕所的时候慌慌张张的，一下子把威仪都搞丢了、搞没了。28，无言事，不得入他还愿。第28，就是不要串聊。过去丛林里边这一条也是很重要的，无言事，没有什么事情，不要串聊，不要进入别人的房间里，然后房间里面去跟人家瞎聊啊。就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禅修啊、学业啊，不要串聊。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同学们平时啊，当然也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大家要在一起，可以多交流法语。那么我们约定了到哪一个人的房间里边啊，交流法语。那这就是有事。有事要有什么事呢？就是有正事。有正事就是学习佛法的事情，这个是弘法的事，三宝事。如果没事呢，就不要进入这个他人的房间。这样呢，会不仅仅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同时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学业。所以这一条特别重要，对我们同学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没事就好好在自己房间里这个看书学习。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确实太方便了，这种网络啊、手机啊、电脑啊，太方便了。其实对我们同学们来说，我们很多人又没有能力真正的去善于使用这些东西，管理这些东西。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媒体啊，它对我们的干扰真是非常的大。过去的寺院呢，只要这个山门一关，那这个寺庙啊，它就是很清静的。但是今天这个寺院呢，这种媒体啊，外在的诱惑啊，无孔不入。所以我就考虑着，今后这个研究是不是应该对我们这个同学的管理，应该对这些电脑啊、网络啊、手机啊，都要进行管理。就是这个对大家的修学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的。就在学习上又没有能够真正的把整个精力都能够用在修学上。在法的学上没有真正这个形成串习，没有能够真正产生乐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很容易被外在的一些条件干扰左右。29，禅息慈悲柔和和顺。论云：敷衍慈也，意在柔和，被他所恼，不生嗔恨。敷衍悲者，意在劳逸，善顺物情，不恼他也。就是在一个僧团大众中，每个人都要保持一种，要培养慈悲心。所谓慈悲心，就是一方面
我们就是具备利他人的心理，慈就是希望能够给予大家快乐。我们有没有这个心理呢？希望能够给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希望能够给这个团体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带来快乐。其实真正慈悲心的修行啊，它是需要从身边开始。我们看这个修这个四无量心，就是要用我的师长，用我的父母，用我的同学，用我的同事，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这个能够远离一切伤害，能够活得开心，这种慈心要从身边开始修啊。悲就是八苦，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乐意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就意味着我们就是在修慈悲心，我们就在修慈悲心。所以禅师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慈悲心啊。那么因为慈悲心，我们就会有一种柔和的心理，柔和，内心很柔和。同时呢，我们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善顺，善顺就是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而不是如果我们没有慈悲心，我们就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所以在一个团体里边，每个人都要从修慈悲心，慈悲心的修行要从身边做起啊，要从身边做起。论云，这个论里边说什么叫慈？夫言慈者，意在柔和，被他所恼，不生嗔恨。慈是什么意思？慈目的呢，就是在要培养我们，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柔和的心，柔和的心。当你有一颗柔和的心理，你即便被别人恼害的时候，你呢不会生起嗔恨心。在一个环境里边，难免总是会有冲突。有的时候啊，别人有的时候有不小心，可能就会得罪到你。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慈悲心，别人恼害你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理解，去接纳。我们平常的人都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情绪里面，喜欢不喜欢，喜欢就贪着，不喜欢就生气。那么我们的喜欢不喜欢，完全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完全都是站在我执的立场，都是我执的立场。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修慈悲心，就是要学会自他相换，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不论别人做了什么，我们要去理解，要宽容，要接纳，这样呢，我们就不会生起嗔恨之心。夫言悲者，意在劳役。悲就是要体现出一种劳役，劳役有情，希望能够利益别人。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善顺物情，根据每一个众生的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再做一些事情。善顺物情就是根据每一个众生不同的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让每一个众生，让每一个同我们一起住的人，他们都能欢喜，都能受益，就是你在做的事情能让别人欢喜，能给别人带去利益，而不会恼害他也，不恼害他也。所以在一个团体里边啊，做这样的一种慈悲心的修行啊，这个确实是
非常的重要，就是非常重要。三十，凡出凡入，不得冲突尊数。三十条说，凡是走出这个凡入院子里，我们讲在一个寺庙，这个寺庙里面可能有很多院落，我们可能会住在不同的院落，然后从这个院落里进入到这个寺庙的一个大的一个生活空间，进到一个大的生活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得冲突尊数。所谓不得冲突，就是要避让，就是你这个就是要懂得这个礼节，不要冲撞。当然这个冲撞还有包括就是语言上的冲撞，行为上的冲撞，不要有语言上的冲撞，也不要有这种行为上的冲撞。那么这个主要是要对尊数，就是善作长老，记住恭敬之心，培养恭敬之心，所以恭敬心很重要。三十一，廊下行，不得隐忍。廊下行，在走廊下，走在走廊下的时候，就是不要隐忍，不要隐忍，就是这个朗诵啊，唱歌啊。当然，现在我们大乘佛教嘛，从这个弘法的角度来说，这个他提倡以这种音声活跃，通过这种音声活事换辈。但是如果从声闻的利益上来说，其实一个人啊，这种隐忍的时候，他很容易产生贪着。有的人他会对音乐很贪着，有的人他会对诗歌很贪着，有的人呢在唱的时候，他唱的自我感觉很好，他会对自己的这个声音很贪着。那么这种贪着呢，一方面啊，他会环会道也，每天就在那里不停的唱，从早唱到晚，浪费时间，环会道也。第二呢，就是会贪着。我们说我们出家修行，我们的目的是要追求解脱。解脱呢，就是要远离贪着。当然这种隐忍，它是属于一种高雅的贪着。高雅的贪着，包括像这种诗书琴画，这些东西，这个它都是属于一种高雅的执着。有高雅的执着，有的时候这种高雅的执着啊，比不高雅的执着还要可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高雅的执着啊，你会感觉这是很高雅的，你觉得不必要放弃的，反而不高雅的东西，你很容易看出它的问题，你觉得没什么好执着的。比如很多搞艺术的人，他为什么学佛学得不深？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跟他的这种执着有关系，跟他对艺术的这种执着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是要注意。当然我们用得好的话，它是助道之言；用得不好的话呢，它确实啊，就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成为解脱的障碍。
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接下来要讲下一篇。以上讲的是这个在寺庙，在寺庙的一些行为准则。我觉得这每一条都很实用啊。我们现在讲的前面这些内容，你们都是要把它背下来的。当然，我指的是一条一条的，长文背不背没关系。不过长文其实你真正把它念两遍就背下来了。不是，我不是说长行的文字，我说的是那个细的这一部分的原文，什么观乎创入道门，未能行其妙行，这个解释不用背了。这个每一条就背下来很好啊，哎，你别看400多条，其实没有多少内容的，所以这个是要考你们的哈，搞清楚哈，不是到的时候写一篇文章就解决问题啦，不只是会背，而且还要对你们进行这个实际的一个检讨。看看我们接下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真正的落实和检讨。我想呢，在座的每一个人一定都希望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人。那合格的僧人最基本的就是要开始要从这样去打造。在厌法，第五，在厌，这个厌就是厌落里边，比如说你们这个学生宿舍楼，这就是一个单独的厌落。我们现在如果都住在这个三宝楼就是一个单独的厌落，东客房那是一个单独的厌落，就是一块一块的。一个寺庙过去有很多寮考，不同的寮考啊，就是代表着不同的厌落。那你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你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准则？很重要。你们真是有福啊！这个教戒比丘心学行护力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太注意到这个东西了，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好处了。后来还是因为看了这个妙音法师这个抄得很好，我才拿来看一看，我才发现这个内容这么好，不只是这个抄了这个书法好，最主要是内容好。内容好最主要是因为对我们现在的人，出家人的身格养成，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下面一，常勤修正业，不得空谈世事。常要勤修正业，出家人的正业是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的正业是什么吗？啊，持戒、禅修、闻思经教。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重要的正业。那么，就是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正业，我们应该要勤修正业，就是要努力的去修行，努力的去修行这个正业，要精进的去修行这个正业。真是要如旧投篮般的，如旧投篮。我们每天做功课在念，事已过，命亦谁减啊？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啊！所以真是来不及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挺多的，这个还要有这个很多时间，还要这个禅修。那还要做很多事情，真是觉得时间都不够用啊！
我们这个研究所这边，常住这边，还有呢各地的弘法，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有整个佛教界的一个建设，需要思考的、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所以你们真正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这个责任以及我们的使命，确实我们没有时间去空谈世事啊，空谈世事就谈一些世间上的这些无聊的话题。所谓空谈世事，就是说一些无聊的话题。那说这些无聊的话题呢，其实呢也容易升起懒惰的心，一方面它会把我们的心搞乱了，然后呢它会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对世间上的这些五欲六尘啊升起懒惰之心啊。所以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我们在一起呢，我们就谈法，讨论法义，分享法义，学会分享法义。二，利水法，初下水贯通，先且动水令从上。利水就是我们喝水，喝水呢根据这个佛制的规矩啊，这个水是要过滤，水是要过滤的才能喝的。因为佛光一钵水八万四千重，这个水啊它是有很多虫，有很多微生物，甚至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虫，当然看不到的虫是没有办法的，你要看不到虫都不能喝的话，那你就不要喝水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护身其实就是护心，护身就是护心，你爱护动物就是长养自己的慈悲心。所以我们喝水要避免伤害到虫。那这个如何才能做到不会伤害到虫，同时也不会伤害到我们自己的慈悲心呢？那就是这个水从井里边打出来之后，然后要经过过滤。那么在这个打水的时候，这个很重要，打水的时候把这个水桶放到井里边去啊，就是要这个桶要在水井里边动一动，让这个虫先散开，然后再把水井打起来，免得让这个虫搬家了，他们等一下找不到自己的家了。等一下先要动一动让虫散开，然后再把水啊提起来，这是一种细节。这个细节里边就隐含着慈悲心的修行。说这个分智凯他去见弘一大师，他这个弘一大师呢要坐到一个椅子上的时候啊，他总是要把这个椅子摇一摇，那个藤椅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木头的椅子，是一个藤椅，他要摇一摇的然后再坐上去。这个分智凯他每次看到都是这样子，他就有点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你这个坐在椅子为什么先要把椅子摇一摇啊。这个弘一大师说了，他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虫啊，它会在这个椅子的这个缝里边，我摇一摇呢让它们跑出来，免得我一坐下去就会把它们压死了。这就是一种慈悲心的修行，这种细行，这叫细行，从这个细行里边来修慈悲心，长养慈悲心。不像我们现在的人放生，很多人放生就是为了培养福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动物的死活。这也叫是修持，这也叫放生的。三，悉用三重秘尊，细心利水。他说这个利水难，
何能够保证呢这个虫啊能够过滤的，不会掉到这个真正能够把这个虫给过滤的。他说这个利水男用的这个绢啊，他说要三重绢才能够真正把那些能看得见的虫啊都能够把它过滤的。所以要细心利水啊，细心利水的过程中要很仔细很细心，因为利水的过程就是修慈悲心的过程。利水的过程它就是在修慈悲心的过程。你要把这个行为当作是一个修慈悲心，你带着一种爱护动物的心来过滤这个水。所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四，水罐桶上下不得弹着井四边，就是打水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在学这些条款的时候，这些规则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我们现在用不着啊，我们现在也不打水，我们现在也不过滤水，自来水人家都已经过滤过了，我们肯定明显的看不到这个水里边有什么虫呢，那我们学这个是不是就没有用呢？其实不是，这里边是隐藏着一种精神，你要知道了，隐含着一种慈悲的精神。你看这个每一条里边，事实上它是隐藏着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你要去了解这种精神，我们需要去了解这种精神。有一些我们现在是完全可以做得到，那么有一些呢，确实我们是要去领会它的精神之后，然后要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水罐桶上下不得弹着井四边，是说你在打水的时候啊，这个桶不要碰到井的四边。这里边包含着一个爱护残渍物吸附，因为这个桶在井边碰来碰去，这个桶是容易损坏的。那么大家有没有爱护残渍物的这样的一个，有这个意识吗？你们现在用的东西，柜子、床铺、桌子，包括常住给你们发的衣服，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爱护之心？有没有爱护之心？所以这里面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我们是随时随地都能用得到的。就是比如我们搬桌子的时候应该怎么搬，有很多同学可能就是粗里粗气的桌子呢，随便拉着啊搞了啊，把这地板给磨破了，或者把这个书架啊，在搬的时候不小心把书架搞破了。那么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份爱护的爱护残渍物的这样的一种惜福的心理？有没有这样的一副惜福的心理？我们在搬书的时候有没有爱护一份这种对书这种恭敬和爱护？这是法宝，它是我们成就法身慧命的资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还是只是把它当作是随便一个书一样，然后你在搬书的时候就像一个普通的劳动一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就是这些规则啊，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修行。每一个，我们可以把每做一件事情都变成是一种修行，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一种串习的一种联系，这是很重要的。五，
水桶擅自井口，须如法浇洗水桶衡量，然后把之释报令干。水桶提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水桶一般上面有一个横的梁，这个梁呢，要把它这个清洗干净，然后呢要把它晒干。水桶用完了之后要把它晒干，尤其这个横梁这一块，横梁这一块可能我们桶有可能是木头的，那横梁铁的，那横梁这一块是木头的，那这个木头啊就是要把它晒干。晒干的话呢就不容易腐烂，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惜福，爱护残旧物，就是一种惜福的修行。我们大家休息一下。